诸位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70面，570页，倒数第五行，倒数第五行，从注解看起，善乎口业下六句。表菩萨身口意三业清净，三业之中，则以善护意业为首要。世界菩萨善护己念之正心，由于身起中道，镇定常起，了达真源。远离生灭，自然远离一切烦恼之苦，是以意业清净无染。经文三页的排列顺序跟一般经典呢稍稍不同。一般经呢，都是把身摆在第一，口摆在第二，意摆在第三。这个地方啊，口意摆在第一，我们看到的经文，会联想到，必定有用意。没有用意，不可能随便改动顺序。改动顺序一定有很深的意思。一个头，一个尾，往往都是最重要的教诲。口业放在第一，我们会感觉到口业最容易犯。人不能不说话，说话就是口业。怎么叫善护口业？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，这叫善护口业。妄言是欺骗别人，这是造孽了。罪业的深重要看动机。要看对人伤害的程度，程度里头。有空间大小不同，时间久暂不同，所以果报差别很大。这都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否则的话，这三句做不到。这三句是修行的大根大本。内容就是十善业道，叫身善、口四、意善。口业很复杂，言语，我们。已经养成习惯了，从来没有注意到。
我们这个言语说出去之后有什么影响？啊，是善是恶，自己真的不清楚。何况深远的影响更不知道啊。啊，佛菩萨说话句句都是利益众生的啊，不是利益众生的他不说，没有言语。深意是为一切众生做示范的，意义是念念想着一切皆成佛啊，这还得了吗？没有一丝好的我念，没有一丝好的分别之处啊，所以念老在注解里头首先给我们讲意义，也有道理。啊，意是念头啊，念头是因啊，身与口都是听命于念头，念善、言善、行善，念不善、言不善、行不善。啊，这念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，身口意，意总是放在最后。啊，菩萨知道善乎口业，特别提出一句。不及他国，别人的过失不能说啊，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，因为这三种业不善遭到基础啊，才敢得社会混乱，天地不宁，灾难频繁，全是不善业的照感。啊，我们得读这个三句经文，感触非常深。啊，阿弥陀佛，他在因地就做到，圆满地做到，所以才有那么伟大的成就，极乐世界。啊，我们想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我们的身口意要跟他靠近，尽量靠近，啊，不能违背。啊，靠近有难处啊！你对这个造物的人宽宏大量，那个受害的人怨恨到极处啊！他念念想报复啊，我们现在讲原谅他，他能接受吗？确实很难接受。啊，他是为他个人讲，他受的伤害太大，太痛苦了。啊，菩萨是为一切众生想。
不是为个人。造作极重罪业的人，他也是众生，他也有佛性，他也有本善。为什么造这么重的罪？也是迷惑我，闯下了大祸啊，还不知道忏悔。那么在现前这个世界上，以中国传统文化来说，这是中国千万年老祖宗世世代代教化后代，没中断过。这当中啊，只有奉行程度上不相等。太平盛世，认真去做，去奉行；乱世的时候，马马虎虎，不认真去做，这种情形啊。但是到我们这一代了，没有了，断掉了。没有人讲伦理了，不懂了，没有人讲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这些东西对现在人来说太生疏了，闻所未闻。现在人心目当中的，所以人生观、价值观，它不是中国。外国的，谁来教他们呢？今天最大的老师是媒体，电视在教，哪一家不看电视？哪个人不看电视？看电视不知不觉的就全学来了。电视内容是什么？教你杀盗阎王。好的没有教啊，坏的教全了。全世界人在学，都在学，你有什么法子？所以现在人不懂得真妄，不懂得邪正，不懂得是非，不懂得善恶，甚至于连利害都不懂得。父母教不了孩子，老师教不了学生。这个是人间幸福的根源，是德行的大本。这个东西没有了怎么办？现在的人没人管了。伦理道德没有了，因果管不了了，不相信啊，法律管不了啊，没人管了。到没有人管的时候，这老天就来管了。老天管这个事情是不得已啊。
人自作孽，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想一想，真是非常幸运啊！我们遇到了佛法，遇到了大乘啊！不管怎么样，学的怎么样，像不像，另外一回事情。能遇到就是有福报啊，跟佛有缘呐、啊。这一生纵然不能成就，啊，阿赖耶识里头种了善根，来生后世，啊，决定有一天要成佛，这是肯定的。啊，如果在这一生当中想成就，那就得讲相应的。啊，经教，这是入门的地方啊。不懂经教，你不能入门的。啊，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说得好啊，佛法84000法门，门门不离经教啊！世尊在世，辛辛苦苦49年讲经教学，我这一天4个小时，释迦牟尼佛一天不止啊！我们给他估计至少12个小时。啊，他上课教学并没有教师啊，啊，常随弟子是由生而起，慢慢的提升的。除常随弟子之外，临时来学的多，绝对比常随众多。啊，来跟佛住2个月的，住3个月的，跟佛住2-3天的，啊，住1-2个星期的，这样的人太多了，川流不息啊！啊，有问题都得请教，佛都要教他。啊，这些人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什么问题都有。我们看《阿含经》就知道了。啊，佛确实慈悲到基础，不厌其烦，一样一样都跟你讲清楚，都教你，真不容易啊！啊，佛灭度之后，我们要想学佛，无论学哪个宗派，无论学哪个法门，印光大师说，都要从经典下手啊！经典要是一窍不通，你学什么？佛都不会念，念佛也要懂得五经一论啊！这一句佛念的才相应。所谓一念相应，一念佛。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啊，你经教不通，念得不相应啊，有口无心呐、啊。啊，古人说喊破喉咙也枉然。啊，经教要不是这么重要，佛何必那么辛苦，讲了一辈子。啊，一定有他的道理在，我们不敢疏忽。啊，修行实在讲，
十善业是根本的根本。啊，这个地方的三句就是十善业道。啊，教我们怎么落实，落实里面的方法很多。这里的提出去一句最重要的总原则总纲领，不记他过。不记他过，就不会给人结怨结仇。很多的冤仇，给人结些冤仇，都是讲话不小心，说的人无心，听的人有意。啊，造成了怨恨，造成生生世世的果报。啊，起因是偶然呢，无意也。啊，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比比皆是。啊，所以佛在这提醒我。啊，我们年轻的时候学，老师常常提醒。啊，老师教学，我都看出来了。啊，我们班上不人不多，20几个人。啊，老师有几个学同学，5、6个。老师对他们不客气，非常严厉，有打有骂。有2、3个同学，老师对他们非常客气，从来没有说他们的过失。啊，我进入那个班里头啊，我看得很纳闷呢，老师对人怎么不一样？我也不敢问，哎，被老师看出来了。有一天叫我到房间，告诉我，他问我是不是有疑问？是的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那个严厉管教的是真想学的，打他骂他，他没有怨恨，他感恩呢，他感谢老师，那种人要打要骂了，啊，那几个很客气，那不行呢，那你要说几句重话，脸就红了，心里就不高兴，那就结怨仇了。我才恍然大悟啊！你说班上20几个同学，老师对每个人不一样啊，这个就让我们想起古人讲的因材施教啊。他有几分诚信，教他几分呢？他只有3分诚信，不能教他4分，教他4分那一分多余的，他装不进去了。他有10分沉浸，不能叫他9分，叫他9分呢，你对不起他，他还可以赚1分。同学，每个人其实都不一样啊，那老师个个都知道啊，这样的老师到哪去找？啊，现在一般学校没有。啊，真正想学的人也没有了。啊，真想学，那进步很快，肯定的。啊，他沉浸心足了，他真学到了。啊，佛法当然最好的。何学何用？学了之后，马上就可以用上。
啊，这真正叫学佛，不是高佛学。啊，对于人情世故看得很透彻，那就叫看破。而真相了解，自己怎样应对。啊，这是真实智慧，这是真实之理。我在前面跟诸位说过，东方，我们苏和圣贤教育200年，前面100年苏和还有说的人，但是做的人很少。后面这100年，民国，不但没人做，说的人没有了，连讲经的人都没有了。啊，我学佛的时候，可以说讲经的人没有了。啊，出家人讲经啊，蜻蜓点水呀！啊，在台湾还有一些讲经的老法师，啊，一年请他来一次，讲一个星期，讲半个月，他一年能讲几天？啊，顶多2-3个庙去的，他一年总共加起来不会超过2个月，12个月，10个月不讲。啊，在家居士讲经更少。啊，李老师讲经，一个星期一天，一年。大概是45个星期，因为过年过节放假，啊，一年不到50次，一次1个小时，一年不到50个小时，啊，他2个小时，1个小时翻译，所以实际上1个小时。我们就晓得问题出在哪里。啊，我学会了，到台北，台北几乎天天讲，老师听到了，非常惊讶了。啊，老师讲过，教给我们过。但是没有叫我们真干呢。啊，他跟我们讲啊，拳不离手，去不离口。啊，唱歌的人天天吊嗓子，天天要唱，3个月不唱就唱不出来了。打拳的人每天练，啊，3个月不练生疏。讲经亦如是，要常常讲。啊，老师的时候教给我，一个星期至少要讲一次。啊，1个小时，我们才不会把它丢掉。啊，我到台中啊，在这个台北，
讲的最多的时候是一个星期30多钟听。啊，2个星期等于李老师在台中讲1年。啊，所以我的进度快呀。啊，读经的时间多。啊，这个是张家大师教的。啊，他教我学释迦牟尼佛。我知道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，开悟之后没听过。啊，讲经教学49年，啊，所以我知道佛教是教育，佛教是教学。啊，出家说，出家就是做一个。最好的老师，啊，而且出家这个老师是义务的，不收学费，啊，认真教学。啊，这个成就很快就出现了。我在台北讲人万经，那是我讲经的第12年，遇到甘珠和佛。啊，甘珠也是老朋友，那个时候5、6年没见面，啊，在人王法会里面碰到了，啊，他告诉我，你这么多年讲经，那是第12年，但你命运完全改了，啊，我们不知道，他是知道。啊，他告诉我，你命里短命。啊，这个命里一点福报都没有。他说你这么多年讲经的功德，他你的寿命会很长，你的福报很大。他你这都是讲经修来的。啊，我们自己完全不知道。我们自己一无所求，啊！当年护持这个人太重要了，韩馆长，没有他们夫妻两个护持，我这条路走不通了。那笔者只有还俗，要不还俗呢，那就得去赶紧参。这个寺庙都欢迎，都接受。啊，寺庙不接受讲经的。啊，认为讲经要赔钱，没有收入嘛。啊，金蝉佛寺是有价码的。啊，谁知道困难了，太难了。啊，可是我们对现实状况不能有怨言，不能轻慢。要知道，他为什么会演变到这个程度，有历史的因素。啊，不可以怪任何人。啊，世世代代慢慢疏忽，变成这个样子。日本人对佛教的疏忽400年，
啊，所以中国佛教跟日本比的时候还好，稍微好一点，他比我们还比不上。啊，可是早年400年前，日本的寺庙法师都讲经。你看日本人的著作不得了啊，《无量寿经》的著作30多种啊，中国《无量寿经》的著作2种啊，远远比不上日本人呐、啊。啊，念老在注解里头引用日本的著作很多。啊，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，要心量要拓开，要放大，要原谅一切造作恶业的众生。啊，决定不能够轻慢他，对他要尊重，我们自己要做出好样子。啊，希望慢慢感化。他也能回头啊，但是身如金藏的确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。搞佛学不难，学佛真难，学佛跟佛学两回事啊，这一定要知道啊。佛学也很多啊，是佛学不是学佛啊！现在许多大学、哲学系里开的有佛经课程，那都是佛学，不是学佛啊！方东伟先生，我佩服他，他是有佛学入门，最后学佛了啊，到晚年学佛了。中国人常说量大佛大了啊，给什么人都别计较啊。我常说回报我的人，侮辱我的人，陷害我的人，障碍我的人，都是善人，都是好人。那为什么他磨练我，看我经不经得起考试啊，啊，结果我考试通通及格啊，他们都是我的好老师啊，啊，不给我这个机会，我怎么知道啊境界提升了？啊，所以你看，从换一个角度来看，不都是好事吗？没坏事啊。得愈积愈厚，如果遇到障碍心里就有怨恨，那我们的德就越来越薄了，就往下堕落了，错了啊。佛法是不断向上提升的啊，看一切众生真的都是诸佛菩萨啊，无论他是善他是恶，就跟夫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，三人，我一个人，一个善一个恶，善人跟他学，恶人呢看到我好好反省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他也是我的老师啊，两个老师是平等的，恭敬是平等的，礼拜是平等的，供养是平等的，啊，只有一样，称赞，对于善的称赞，对不善的一句话不说。啊，除了不称赞之外的时候，样样都做到啊，平等啊。
念老真理这个说法也很好啊，三业当中当然最重要的是合一业，是起心动念，这个非常重要啊，所以善乎自己的念头啊，这是真心的 啊。由于身起中道，镇定常寂，这是功夫，这不是普通菩萨，普通菩萨做不到啊。身起中道是两边不着，这心地不但清净而且平等啊，啊，心在定中啊。什么叫定中？不受外面境界影响啊，外面的境界善，不生贪念；外面境界不善，不生怨恨啊，永远保持自己的清净心啊。境界都是在考验的，看看你会不会受它干扰，会不会受它影响，到不受外面境界影响，心就定了啊。这叫三昧常寂啊。所以这时身起中道是因啊，这个是看破。镇定常寂，这是苦，这是真放下了。了达真缘，远离生灭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，这不是普通人。了是明了，达是通达啊。真缘是什么迷惘的根源？我们迷失了本性呢？什么时候迷的？怎么迷的？把这个东西都找出来了，那就行了啊。这个佛经上讲的很清楚，真很清楚，但是听不懂啊。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怎么迷的？一念不觉，二有无明。那这我们常听啊，老僧常谈了。哎，讲经的法师都会说，可是有没有懂呢？不见得。为什么呢？他如果懂的，他就远离生灭了。他没有远离生灭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会讲，他不懂。啊，古来祖师大德这么说，我也这么说。啊，我这个说法有根据，有经典做根据，这哪里会错呢？真没懂。啊，那个一念不觉，为什么会一念不觉？几时一念不觉？啊，佛说了，无始啊，无始我们就误会了，大概是时间太久太久了，说不出来了，叫无始，哎，意思都搞错了。我们搞了这几十年，搞明白了，无始是什么？根本没有开始。啊，这个以前老和尚没跟我们讲过。以前老和尚跟我们讲的一样，很久很久，无量界以前的，那四十也是无量界以前，但是不能这个说法，这个说法不是佛的意思。佛的意思那个无始界没有开始，没有开始，所以它叫妄念呐。如果有开始，那是真的了，那不是假的，啊，它是个妄念。
是一念迷惑。所以佛在楞严经上举的比喻，那个比喻好，眼若大土，迷头人眼。啊，要讲眼若大土，迷头人眼的时候也不好懂。我们跟这个有非常接近的例子，举这个例子，大家就很好懂，一说都明白了。啊，我们生长在抗战时期，啊，中日战争的时候，那一年，民国26年，卢沟桥事变，那一年我11岁。啊，念小学。啊，抗战期间，小学5、6年级，啊，就是高小。啊，5、6年级呢，就有军训了。啊，又打仗嘛。啊，小学5、6年级就开始有军训了。啊，中学的时候，童子军都有军训。啊，军训里的有紧急集合。啊，这一门课程的时候，常常是演练的。啊，哨子一吹，啊，3分钟，学生队就要排好，啊，赶到操场去排队要排好，紧急集合。紧急集合的人很，有些同学慌张啊，哨子一吹啊，就迷了。啊，服装要整齐，他是整齐了。啊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到处慌张。人家问他干什么？你有没有看到我帽子？啊，到处问，人家把你头上，你帽子不是戴在头上吗？这叫迷头人眼。你看帽子他戴头上，头忘掉了。到处找帽子，找得一身大汗，啊，怕迟到，怕受处分，这个帽子戴头上。佛说那个无始无明就像这样的，啊，可是这一迷了，他不会觉悟啊，啊，觉悟就没事了，觉悟就成佛了，啊，可是这一迷之后啊。这一念迷没有原因啊，但是他念念迷啊，他一直迷下去啊，那这就麻烦了，这就变成什么？变成十法界了，变成六道轮回了。啊，现在要回头从理论上讲，啊，佛法告诉我们。只要你能够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恢复了你的大觉、本觉，那么那成佛了。啊，起心动念是最难，如果这一点做不到，啊，可以做到不分别、不执着，那你就菩萨了。啊，最低的，我能够不执着了，于事出世间法不再执着了，你成阿罗汉了。佛法三个学位，第一个学位拿到了。啊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要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真干，张家大师跟我讲过很多遍呢。真干就是放下，无论大乘小乘，无论是显教、密教、宗门教下，没有一个法门不讲放下的。
舍己放下就是禅定。啊，放下妄想，放下杂念。啊，净宗法门比一切法门最殊胜的地方，就是它有个很巧妙的方法让你放下。啊，不知不觉的放下了，就念佛，让你心里头执念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啊，其他的统统放下。啊，实在是，一切念头全放下了，一般人做不到啊。那什么，保存一个念头，一个念头把其他念头都挤出去。这法子没有，这就是念佛法门。啊，我不是没有念，有念，就一句阿弥陀佛。这一句阿弥陀佛跟西方极乐世界相应。啊，善护口业什么呢？善护口业护得最圆满的，最到家的，我们见过。乡下老阿公老阿婆一天到晚拿着一串念珠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你跟他说什么话，他给你笑眯眯的，通通是阿弥陀佛回答你，他没有第二句话，也不知道他听懂了没有，他就是笑眯眯的答复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功夫到家了，确实把杂念呢、善念、恶念全都念掉了，都没有了，就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决定得生，而且往生的品位，我想都很高，不是普通品位啊，这是修行里头上上乘的功夫。啊，我们千万不要轻视他，好像他没有知识。啊，他不要知识，知识都是妄想，都是杂念，他不要，他就要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了不起，真实智慧。啊，我们这三个真实，真实之机，真实智慧，真实之力，他全部都拿到。啊，走的时候，欲知时知，自在往生。啊，所以，真正远离生灭，就是对于一切生灭法，不放在心上了。这真的。啊，这个生灭两个字就代表有为法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啊，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。啊，那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，物质现象是生灭法。精神现象也是生灭法，自然现象还是个生灭法。不生不灭，只有自性。啊，自性没有生灭。啊，只有这是真的，其他的全是梦幻泡影。如果你真正了解，真正明白了，自然远离了，啊，不再想这个东西了，不再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，这就叫远离生灭。你看，自然远离一切烦恼之垢，
啊，自自然然，啊，把一切烦恼，故是染污，啊，这些染污通通放下了，是以意业清净污染，啊，我们的心，意业就是心啊，心不造业了。啊，清净无染就是不造业了，意业清净，心清净，身口随之，你的身跟口啊也跟着清净了。你看，会用功的人，这抓到要点了，只要心清净了，身口不要管它了，自然清净。啊，抓不到要点的人，在身口上下功夫，心不清净，所以他身口啊，永远也不清净，只可以说程度降低一点。啊，他做的不彻底，彻底啊，一定要在心，心觉悟了，心不染了，啊，再不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，口清净了。说与口业呢，不及他故。啊，及谴责、诽谤、指责别人的过失。啊，这个及字里头含这么多意思里头。啊，我们现在叫批评别人。啊，口业不及他过者，是由于意业之不见他过也。啊，你心里头没有别人的过失，你怎么会去指责别人过失？啊，心重要啊，所以我们要学。古人常讲良心，良心。我们的心是良，非常善良的，善良的心不要把别人过失放在我们心上，啊，把别人的过失不是，啊，放在自己心上，自己的心就变成别人的垃圾桶了。你现在不是冤枉吗？自己的良心当作别人的垃圾桶。啊，给自己带来一生的罪孽。啊，别人的罪孽放在我心上，我的心就是罪孽。啊，我没有罪孽，把别人的罪孽通通变成我的罪孽，错了，真错了啊！为什么不把经典放在心上呢？不把佛菩萨放在心上呢？啊，我们把别人的过失放在自己心上，错，大错特错了。啊，这一放在心上，你的身也错了，口也错了，三业都麻烦了，都不清净了。啊，所以会修行的人把念头管住，啊，不允许自己有一个恶念，啊，无论别人怎么样对待我，啊，想让我收集他的垃圾，我清楚，我决定不肯干。这是修行的功夫，这是本事啊！有这个本事，肯定有智慧。为什么？他把事情看穿了，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啊！永远不当清道夫，不去收集垃圾
啊，所以意业了，心里头没有别人的过失，你口里头怎么会说？啊，他一切有情，啊，不见他过，一切有情众生呢，啊，进言之呢，则包括有情无情，万事万物之一切法，一切无过，本自无染，清净本然，本自圆成，这是楞严经上的话了。啊，什么时候我们能真正看出来一切无过？啊，这是佛眼看的，化身菩萨所看的。啊，看到整个宇宙，看到十法界，看到六道轮回，看到阿鼻地狱众生，都是清净本然。啊，为什么说是清净本然？那个像是幻象，是梦幻泡影。啊，堕落在里面人呢，他不知道，就像在做噩梦一样。啊，这个人在做噩梦，旁边有修行有定功，看到他梦中境界，啊，知道那是个梦，受怎么样苦还是啥梦，醒过来之后什么也没有，啊，这个噩梦真的把他吓坏了，吓得一身冷汗，一觉醒过来之后一场梦而已。三恶道是梦境呢，六道轮回是梦境呢。永嘉大师说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就是六道轮回，觉后空空无大千呢。醒过来之后啊，六道没有了。啊，醒过来是什么？醒过来是四圣法界。醒过来一看，看到什么？看到佛，看到菩萨，看到声闻缘觉。啊，六道不见了。这设法界，设法界还是一场梦。啊，不是噩梦，是好梦，依旧在做梦。啊，再一次醒过来。真醒过来了，设法界没有了。你见到一真法界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。啊，生到十宝庄严土，这叫化身菩萨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。四十一位化身大士，他们都住在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一句话引用《楞严经》上的：“万事万物，这一切法。”一切无过，过在哪里呢？过在我们自己的分别之处。我们要没有分别，没有之处，就见到一切无过。啊，分别执着是我们自己的严重烦恼，执着是见思烦恼，分别是尘沙烦恼。这两种烦恼断掉了，我们今天讲放下了，你就是菩萨。啊，两种不能同时放下，放下一种，你就是阿罗汉，就是辟支佛，不执着了。啊，执着这个最粗、最明显，
分别比较微细，起心动念是极微细，能够把见思烦恼放下，就是不执着了，往生极乐世界，生方便有余土。它不是凡圣同居土。楞严经上这一句话非常有名，清净本然，本自圆成的。如说楞严，意为一切事究竟坚固。这一句是翻译说楞严，说楞严是梵语。说楞严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一切事究竟坚固。这句话意思很深的，一切事的现象是生灭法，一切事的离体是自性，所以从自性上看呢，它究竟坚固，要看自性，不要看假象，因为假象是生灭法。那么你就在现象里头见性，这是什么人？禅宗里面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就是这个境界。见性见的什么？见到一切事相究竟坚固。又如圆觉，圆觉经的境界跟楞严相当。你看这圆觉经上一句话，住戒定慧，戒淫怒痴，俱是梵心，平等的。极不平等的。戒是对治淫的，定是对治怒的，慧是对治痴的。怎么可能说戒定慧就是淫怒痴呢？华严经53参。密说伐多女是淫，甘怒火王是怒，是嗔怒，胜热婆罗门是愚痴，这三位善知识，善财童子去参访，戒定慧的圆满。在哪里圆满？在这个境界里头圆满了。他不起心不动念了，他就圆满了。不起心不动念，万法平等，万法一如。这境界高啊！化身菩萨经得起考验呢。极端对立的里面，他不起心不动念。不起心不动念，万法也如。那我们在读华严经，这个三位善友，我们看到善财童子有礼拜，
有礼敬，没有赞叹。啊，其他的善知识有礼敬，有赞叹，有供养。这三位呢，有礼敬，没有赞叹，有供养，就差的没有赞叹。这个里头表法意思很深呐、啊，啊，这个德，淫怒痴的德，是密法，不是显法，是见性的人。德真实受用，没有见性的人，决定不行的。所以《华严经》呢，善财童子味道没有明心见性的，啊，所以不赞叹，啊，决定不鼓励人去学习。啊，普通的人，烦恼习气没断。你接触造罪业，三途果报啊，淫是恶鬼道，怒是地狱道，痴是畜生道。啊，造这个业，三恶道去了。啊，见性的菩萨，他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他没有造业，他完全是净业，他没有一点污染。我跟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密宗里头大法。不是一般人能学的啊！告诉我，学密必须把显教学通了，也就是说，在显教里头开悟了。密是假显，帮助你快速成佛。啊，什么人有资格学密呢？啊，老师告诉我，菩萨不学密不能成佛，一定要学。什么时候？别教登地，登地初地以上，他就学这个法门。十地菩萨，那在原教呢？初度以上，华严经上初度以上，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啊，密没有别的，就是是什么一般生活事实，你统统经得起考验。无论什么境界，善境界、恶境界，都能够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就成佛。还要起心动念，你堕落了。啊，所以我们明了啊，黄念祖老居士是密宗金刚上师，他告诉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天60年了。学密成就的只有6个人，全国只有6个人。啊，往后呢，大概学禅学密的都不能成就了，根器已经没有了。将来唯一能成就的只有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
他自己给我们实现。他老人家往生的时候是念佛，不是念咒，不是用密宗的方法。啊，一天告诉我，一天14万声佛号。啊，念了半年，完成了。啊，他学禅、学密、学净土，也学教，最后完全归到净土。这是做榜样给我们看的。又。这也是圆觉经上说的，一切烦恼毕竟解脱，是故一切平等呢，无有可及者。这个道理深了，为什么诸佛如来对于卧道众生都尊重？都没有极限，啊？为什么？释迦牟尼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说过一句话：“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”你要看他的本来，他本来是佛。啊，现在虽然迷惑，他会觉悟的，他会回头的。我们如果有真实智慧，有真实方便，可以帮助他；没有这个能力，随他自己去，他自己会回头。所以我们在分享教理的时候曾经多次说过，你这一生造的善业，你到人间天上去享福啊，那是什么呢？善业要消掉啊。你造了很多恶业，你到恶鬼地狱出生去消恶业，善业恶业统统消掉，自性清净心里头没有业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三善道跟三恶道是平等的，都是消业的，好事啊，不是坏事啊。啊，你造的业不消掉怎么行呢？那么你真正懂得明白了，善恶业都不能造。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？啊，菩萨怎样教我们？教我们修净业。净业是什么？善业，不着善业的相，不要着相。你的业叫清业，叫清净业了。恶业不着恶业的相，真正做到立一切相即一切法。立相是禅定的功夫啊！念佛也行啊，心里头确确实实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杂念，行善不着想，三轮体空，造物也不着想，也是三轮体空。事情过了，心里都
痕迹都不露。这个道理很深。是故一切平等呢，无有可惜者。这是发生菩萨的境界。一切众生平等，一切万法平等，善恶平等，邪正平等，众生跟佛平等，没有可弃的。这个道理真正懂了，你就长生欢喜心。跟诸佛如来一样，与一切众生相处，自己谦卑、礼敬、称赞别人。一定显这种相。这教化众生呢，给众生做最好的榜样。下面第二句，善护身业，不涉律仪。律是戒律，仪是仪则，仪是威仪。则，我们现在说，原则、规则。大乘一章第十卷说，言律仪者，治恶之法，名之为律，就是戒律。行以律戒，故号律仪。这把名相做了个解释。戒律的用意在哪里呢？防非止恶。这个后头说，他的大意，所谓略一者，防恶止非之法，称为戒律。它是一种预防，叫你不要做。譬如无戒，这就是律，戒律。戒律跟善两桩事情，十善里头，你看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恶口，这是善，这是善，不是戒。人必须要遵守的。那么五戒呢，开头也是的。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戒归戒，善归善。如果你没有受戒，你杀生、偷盗、邪淫，你造的是不善业，你没有犯戒，你没有受戒吗？如果你受了戒的时候呢，造了不善呢，又犯了戒，是两重罪过，双重罪过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我过去跟李老师学经教十年，
跟他老人家相处啊，是一生的。无论在什么地方啊，总是念着老人。回到台湾，一定去看他。啊，这个老人告诉我们了。戒律跟威仪是学佛的根本，而十善呢是做人的根本。啊，无戒跟十善里面相同的地方，那说明做佛的根本呢是建立在做人的基础上。人都没有做好，怎么能学佛呢？啊，无戒比十善讲得更微细呀、啊。戒律全书里头，祖师大德说得很清楚啊。啊，十善是佛门的根本法。小乘能够把这个十善扩展到3000条，十善每一条都具足其他的9条，这就成为100条了。100条里头，每一条又具足圆满的10条。越分越细，分到84000了。菩萨细心，分到3000呢，是阿罗汉能做到的。菩萨能做到的84000啊，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佛像啊，佛像的上面。圆光的顶上写了3个字，这3个字多半是用梵文写的，啊，也有用藏文写的，现在中文也有，它的发音叫嗡阿吽。那这3个字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善意，是善意。啊，那么也可以说，十善做到究竟圆满。就成佛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只有佛才能把十善做到究竟圆满。啊，菩萨还不是真正究竟圆满。我们不能小看他了。啊，不学戒律不知道啊！啊，学了戒律才晓得。啊，那么现在佛法衰了，原因是什么呢？戒律丢掉了，十善丢掉了。啊，研究经教。都变成了知识了，不是智慧。你能说你做不到啊？自己没有做到，说也说不清楚啊。啊，要把它讲清楚、讲明白，必须自己做到。自己有真正实习的功夫，这做就是实习啊，你才能讲得出来。
啊，所以受戒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戒律受了，要不能吃，就不能受啊。为什么呢？天天犯破戒，天天犯戒，你这个罪，这个账怎么算法？啊，让我们想起欧耶大师，受完戒之后，他自己在佛前面把比丘戒退了。啊，他只接受沙弥戒跟菩萨戒，一生自称菩萨戒沙弥。这是对的。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你真正能够做到一条，这条戒你就受了。佛菩萨知道好，人不知道啊，受了做不到啊，不行啊！啊，无解，能做一条我就受他一条，没出家，少分有破碎。五戒我能做到三条，多分有破碎。五条都具足，叫具足有破碎。这是对的，是正确的。啊，有很多人把受戒当儿戏，啊，受菩萨戒。美其名我是菩萨了啊，在法会当中我可以大意了，我是菩萨了，不知道麻烦事情很多啊，我们要记住地贤老和尚的锅炉匠，地贤老法师是给他剃头，现在出家相，他没受戒，啊，老和尚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告诉他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念，一直念下去准有好处。他念了三年，欲知时至，自在往生。啊，老和尚对他的赞叹，弘宗言教的善知识，不如你啊。弘宗是禅宗的大德，言教是说讲经说法的法师，比不上你。名善宝刹方丈住持也比不上你、啊、你看人家往生站着往生啊，往生之后站了三天啊，等地仙法师替他办后事记住每一首偈啊，名义上没受戒，他戒有没有受持到了？他全都受持到了。他心里一句阿弥陀佛没杂念了。啊，舍善无戒，啊，沙弥戒、比丘戒，他通圆满了。啊，这是张家大师讲的标准，做到了，真受了。啊，为戒谛，世间人不承认，佛菩萨承认，
你拿了一大堆戒牒，世界人承认，佛菩萨不承认。啊，所以戒最重要是心地戒品呐、啊，你心里头真有啊，啊，断一切恶，行一切善呐、啊，没有利己，这个利益自己，念念是利益众生。念念是正法救助啊！啊，不为自己，《华严经》上说：“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为众生解离苦啊！”这个重要啊！啊，所以律仪是房屋之非之法，这就建立是预防啊，让你常常想着啊，决定不能违反，用意在此地啊。现在这个社会出家人也一样，完全靠自己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人干涉你，没有人管你。现在这个世界社会啊，是父母不能管儿女，老师不能管学生，出家人也是一样。啊，说师父收了九个徒弟能管不？不能。啊，你要把他惹烦了，他真的把你杀掉。你看，儿女杀父母的，学生杀老师的。啊，中国古人说“明哲保身”的，记住啊。不跟任何人结怨仇啊！啊，时代不一样了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啊，古时候那个时代，那要教，要认真，现在不行。啊，现在很多学校，学生替老师打分数，学生很满意，这个老师好，希望下个学期学校再聘请他。啊，变成老师的巴结学生，学生评语不好，下个学期老师就失业了，没人聘请他了。老师怎么教法？我在澳洲问过这学校的教授，你们怎么教法？他告诉我，我头次听到，上课不要超过15分钟。那15分钟以后呢？讲讲笑话。开个玩笑，大家欢欢喜喜。哦，是这样的。我进到课堂去看，确实如此。所以这才明白了，当年方老师不让我到学校旁听，61年前。啊，他告诉我，他说现在的学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啊，你到学校去旁听啊，你会大失所望。啊，那个时候，风气已经变成这样，现在愈演愈烈。
回不了头了。那真想学东西呢？真想学东西很难得，特别给我开课程。啊，在他家里，一个星期上一堂课，2个小时。啊，我的哲学是这么学来的，一分钱学费没交啊！啊，老师真的热心的讲解。啊，最后把佛法介绍给我。啊，给我讲一部哲学概论，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。啊，我入佛门是佛经哲学入门的。啊，教育沦落到这样，可悲呀！这社会怎么能不乱？这灾难怎么能没有？啊，如果没有灾难，社会没有混乱，因果就讲不通了。善因感善果啊，恶因感恶报。啊，教育是根呐，根坏了，那全完了。啊，今天旧社会，啊，要地球救地球灾难，从哪救起？从人心救起。什么时候人心回头向善？社会有救了，啊，灾难可以化解了。如果不能回头向善，这事情难了，真难了。啊，现在的灾难非常明显，频率年年上升，没有看到下降。啊，而且是灾难的，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可怕。连科学家都告诉我们，在网络上发布的。啊，同学下载下来给我看。啊，科学家给我们说，最严重的灾难不是今年，2012大灾难开始，最严重的是03年、04年，啊，大概灾难结束是05年。有3年大灾难了，这3年日子怎么过啊？啊，我们不去问他，灾难是真的是假的，我们不问这个，我们要提高警觉，我们要有心理上的准备。啊，要认真，要努力，要断恶，要修善，善中之善，无过于弥陀名号。啊，我们这些年搞清楚了。
弥陀名号确确实实叫万德洪名。这一句佛号里面包含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，不仅仅是阿弥陀佛所修的，十方一切诸佛所修的一切功德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啊，念这一句佛号就是念万德啊。那怎么修呢？真心一点都不怀疑，真想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一句名号就像地牢所说的啊，一天到晚不要忘记，念累了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念。地牢的方法好，让我们念佛一点压力都没有。啊，走着念，坐着念，站着念都行。啊，时时刻刻提起来，别忘记。这就是修无量无边的功德了。这个道理很深呐、啊。啊，一般人真的听不懂啊。我们也是在经教上搞了几十年才搞明白。才搞清楚啊，所以我说这句名号功德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，这个无量寿经至少要听100遍，这根扎下去了，真正得受用，那你得听1000遍啊，你会死心塌地念这句佛号，什么杂念都没有了。听经重要啊！啊，不听经胡思乱想，就造业。啊，造的是三途之业、六道之业、轮回之业。啊，干这个。啊，人生苦短了、啊、100年一弹指就过去了。啊，我们活了86年。啊，想到记事的时候，3、4岁的时候的事情，就像昨天一样啊。所以戒律佛制定的啊，帮助我们防非止恶，那我们的行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一定要依止于戒律，这叫六一戒。啊，这是佛菩萨帮助我们的。又《行思抄自持记》这本书里面说，通静致止，这叫律；造作有相，这叫仪。啊，综上之意，把这前面两段的意思合起来讲，依止戒律体现于威仪，名为律仪啊，戒律。
在哪里表现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。啊，仪就是我们生活的态度。啊，中国古人称为威仪。啊，是我们的举止。啊，都能够合理。啊，不违背礼节。在佛法呢，佛法戒律跟儒家的礼非常接近。这是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动作的一个标准。这个标准已经失掉了，没有人学它。啊，很容易失掉。啊，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我对于戒律不重视，我学经典里的道理，这个东西很喜欢。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，因为是认为戒律是生活行为的规范。那么佛经里头这种生活行为规范是3000年印度人他们的生活方式。那我们是中国人，有中国人生活方式，何必学他的呢？啊，我们是现代人，怎么去学3000年前和古印度的人呢？这个观念非常之深呢，张家大师知道。啊，所以他要跟我叫我学持戒的时候，依照戒律说，我不会服啊，心不服啊。啊，他有善巧方便。啊，因为我每个星期一定跟他见一次面。啊，他客人多忙的时候，给我1个小时。啊，平常是给我2个小时。啊，每一个星期都要见一次面。啊，我离开的时候，他一定会送我到门口。啊，送我到门口，给我说一句话：戒律很重要。轻轻地说，轻描淡写，不很重，就说这么一句话。所以他老人家往生了。啊，我跟甘珠和佛，我们大概有10几个人，在活化场啊。头发上特别想做的，啊，不是活普通的，单独给他做的，一个活化炉，活化的。我们在活化场，啊，甘珠他们住了1个星期，我住了3天，搭在帐篷里头。我就想跟他3年，他3年到底教我些什么？哦，这一句话很厉害，戒律很重要，说了几十遍呢。我就好好想这桩事情，难道我想错了吗？真想错了。啊，我反复的去想，想到什么呢？这个佛法是出世间法，不是世间法。啊，我以前把它当世间法看，世间法，中国三代的礼仪就不一样。啊，夏商周的法不相同啊，那是世间法了，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要跟着时代啊，要修订的，戒律不能修订的，戒律是出世间法，如果一修订就变成世间法了，啊，那他就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了，不能脱离十法界了，所以他那个不能动，跟世间法不一样，我想通了这一点。我才认真的去看一些戒律的书。啊，以前呢，戒律书不看。啊，但是儒家这些礼，啊，礼记非常喜欢。啊，有几篇很喜欢的。
啊，他同一篇去理，啊，去理有上下两篇，那就是我们日常生活，就是《弟子规》。啊，像内测啊，再重要的学记、乐记啊，朱熹选出来的《大学》《中庸》都是《礼记》里的两篇啊，《礼运》，我喜欢看这个东西啊，搞通了之后才晓得。戒律有它的作用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这才重视啊。所以，老师要不走，我不受这个打击，我想不到这个事情。他走了，让我三天反省，我明白这个事情。啊，他跟我说的这个话起作用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